结果他就来了一只僵尸厨师，在地上爬。很恐怖哎！喂，汉堡。汉堡。我靠！喂，莫凡，莫凡在煮。番茄，一个。然后其实一个，然后烤完就把它丢回。去把盘子拿过来，去吧。没有啊，亲子。麻烦菜送过来一下。哎，我们还是我们把那个盘子放在中间比较好。你把它放去中间。哎，来，哎呦。哎。等一下我，金子，等一下汉堡牌不用那个汉堡牌，把它 Q 进来就好。对。等一下那个生菜不要用丢的，给我放在地上，给我。第一个已经要完成了 ，OK。那第二个插一个气势，我来，然后拿气势。啦！我直接切到了啦，两个菜，我们要菜，好菜，是，还有肉，要肉也要菜，三，然后肉，啊，看你脸，我丢哪里？你丢哪里？番茄跟生菜，番茄，这里有一个生菜。都直接拿到肉牌了，白痴！番茄，我要想砍你了，番茄好了，然后肉牌还有一个起司的，这里有一个起司，不是肉，是起司。好了，肉，然后这个没有，不是，快点，你盘子放下来。有，极限，脏盘子，哎呀！快点，那个在战斗了啊，那个不行，没关系，他的下一个也是这个，可以。然后为什么中间会有那个盘？那个我知道了，那个锅子是刚刚很紧，刚刚很紧急哦。肉要手，肉这旁边那一个肉要手。金子，好。金子肉排先手，哎呀，算，还有差什么？一个生菜，这个好了，这个是，然后肉的，萌，哎呀。真的？难道说，看，果然还在线？还有一个肉的啊，肉还没好。那这个肉好，肉。我被闯过去了，然后肉还放歪了。让我放这个，在哪里呀？那个已经好了。这个状况乱，那气势，起来502。等一下，我们两个，我们全部都在。差一点点分数啊！要是刚刚那个没有交出去，那刚刚那个有交出去的话，就可以刚好一次就三颗星，直接我拿去。Oh my god！ 完蛋了，这个比之前还要更机车。哈利路亚。你没刷牙，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哈利路亚，要GG啦！这个一定会有。就给我这个。哎，等，你怎么丢在那里？丢在那里超紧张哎！怎么丢回来给我们？按错了啦！啊！烤腰！我需要盘子啊，盘子。
盘子，盘子，盘子，盘子拿过来，盘子拿过来，盘子拿过来。盘子，你们先去拿盘子。啊！炸的东西在你们那边，然后食材，所以食材你们要丢过来我们这边，然后食材丢过来我们这边，然后我们切，然后就再传回去这样。那脏盘子的话是要给我们，我们拿去洗这样。哦，可以走过去。哦，脏盘子。哦，我这边这样可以走过去哦。傻眼。傻眼，那個、原来可以走。我还以为是我那个。没有，我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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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只负责切东西啊？那我觉得这个阴火应该要拿到你们这儿啊！啊不，为什么我们全部的人都过来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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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去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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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雷神，你现在还可以过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刚好顺便帮他们丢那个。哦靠呗！过来，你就去切东西，你就切东西。靠！我一直骂林叔丢进河里，而且不要在我切来的时候丢东西给我、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盘子 ，right？ 可是他们的脏的盘子呢？你们有两个盘子不用吗？这里面，这里面，这里面。啊！不要再炸鸡块了，你们需要的是薯条啊！哎呀，中磊，可是没有盘子啊！中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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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太混乱了，太混乱了，再一次。比上一个。上一个木筏还混乱呢、欸，两个马铃薯，一个鸡块，这个过不去，不要乱丢，不要乱丢，不要乱丢，爸，这个你怎么要乱丢？不是，我是要放上去，然后放上去之后按切，然后我以为他放上去了，然后他就丢出去了。哎、欸，盘子，盘子，盘子。啊！怎么全都过去啊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小心！我累了，拿去炸。可以。哦。那边有马铃薯的吗？哎、没有。来，马铃薯过去了。哎呦！哎，等等，怎么偏偏是这了、啊？那里有个马铃薯。好了，是我刚刚放的。中间中间中间。好好好好好 ，OK OK OK OK。等下我给你干嘛？切好薯条。我需要的是盘子。你是嫌我切的薯条那个长厚度都不一样吗？那个薯条不是可以拿去浇了吗？哎、欸，对啊。没有，我要浇，我要浇。喂。只是我一个人的喂。啊、哦！盘子，盘子，盘子，真是的，没想到居然会有人嫌我薯条切的哎，烤没？等一下，盘子啊，盘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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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过来，好，送给你们。我刚刚以为你丢那个位，我刚刚以为你丢那个位置要把盘子拿去垃圾桶丢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一个人拿一个盘子，然后想办法送过去，嘿。过来了，哎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薯条的，这个漏水我给十分啊，极限，还有一个薯条的，这里，来不及了，好吧，那算了，等下我带盘子回去洗，我带盘子回去洗，这个要下去炸吧，对啊，我带盘子下去洗，结果，快点去，过去，薯条，可恶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那个先拿起来。啊不，拿错了。我没有盘子，没有盘子。啊，盘子。
盘子，盘子，我们需要盘子。啊！啊！盘子。他们那边就只剩下东西没有炸这个样子。简直，笼子没放，没放那个啊，夹篮呐。不是，雷声，我只是想要从边边过去拿盘子，快点，快点，李子中间那边可以过去。这个肉神我可以给二十分，不要再给分数了。这个没有什么值得好给分数的。我想给你们，给你盘子啊，不对，不对，盘啊，盘子，来来，你拿这个干净的，你拿干净啊，你拿干净的回去，你刚拿干净的回去，你拿不？对对对对啊，这个我拿回去啊，不是火腿的了。我不要拿，我要把盘子拿走。哦，栅栏，栅栏，你带走。好，带走。我们这一关分数是要求多少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头好痛啊。我也觉得。盘子，盘子，盘子。你就在结束之前再一次。哦，两百啦，啊，最高是440啊。啊，有可能会过哎、欸，这个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再一次，刚刚那么乱哈，我们都不知道分数是多少了哈。好来，两块肉不要打别人，马铃薯。没有啊，有一个是马铃薯的。我是说两块肉，然后马铃薯刚才已经丢一个过去了。盘子，好。哇，露露呀，刚好，神准。李子，我们另外那个盘子，盘子，盘子，一个马铃薯一个肉。哎、欸，不要两个马铃薯！我想要把它放旁边。后面那张单就要再。好，虽然薯条好吃，但不是这种好吃法。可以送啦，其实。啊！麦当劳欢乐送哎、欸！盘子，盘子，盘子刚好拿过去。啊！鸡肉，鸡肉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、欸，雷神，不是啦，我真的有按到空白键，然后之后我要按左。肌肉，肌肉，肌肉。盘子，盘子，盘子。哎，你怎么刚刚把薯条先把它送下去了？门差了。啊！来来来，我回家，我回家。放着这样，你放着这样，你放着这样。对对对，都要放下去。还有一个，马铃薯鸡肉，马铃薯鸡肉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我不知道他说话。真的感觉那边好乱啊！我们两盘都有马铃薯。我们那边切完之后，那边下油锅的东西下错了。下错顺序了，不行，那个一定会爆。OK， 我们刚刚最低是240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！为什么两个都要一起下？上上下海。我们两个是要。啊！你不要把盘子带走啊！这个我。我快笑死！有人直接把鸡肉投进垃圾桶啦！啊，鸡肉好了，这样好。马铃薯出去，马铃薯。怎么有这么好笑的事啊？直接进来。马铃薯啦，现在缺马铃薯。马铃薯啦，他马铃薯在转走了啦！那边左边就是在马铃薯了，你还马铃三小啦？白痴哦、喔，又两个马铃薯了啦！真心觉得刚才那个空心可以捡精华了。马铃三小啦，要肉。
怎么了？玛丽苏老师吓我啊！话说回来，这，哎，用玛丽苏，用玛丽苏。不知道。雷森，383可以啊。雷森，嗯，刚才是你在刷表情吗？对啊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然后不是，你知道你那个表情挡到我的路线了吗？啊，没关系啊，时间快到了，反正就是那个样子啊。刚刚有时间快到了，太多都是切好了，然后都结果下油锅的时候是下错的。哎呀，哎好可爱哦！下油锅的时候是下错的，下错的那个顺序就错了。最低是400啊，最高700是。看我大爷，快笑我在哪里？都合理了。这是什么鬼？我的妈！所以要有一个人在中间，那个丢饭给我，丢饭给我。说丢饭给你，你就下去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一个。把墨西哥卷饼啊 ，no， 墨西哥卷饼啊，可恶！啊，墨西哥卷饼，哎呀，啊饭啊，啊饭啊，我知道了，墨西哥卷饼啊，卷饼啊，啊啊烦啊 ，no， 啊 ，no。哎，我在干嘛？哦，哎，不是啦，斜的地方丢啦，对啦，哎呦，啊，我看了快笑死。我们现在就是有卷饼跟饭，然后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来来来，生来生来生，其他东西都没有了。来生来生来生，放过去，放过去给那个。那这关我们真的能完成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们这一关有点难完成。有没有掉这么高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差点掉下去，吓死我了！我笑到肝上起了高腰。要肉！完蛋了！我觉得这关很难搞了。重来吧！我觉得要有一个人站在中间用丢的。重来！等一下！我知道了。两个人站在中间用丢的，剩下的另外那边处理事情。那我站中间。然后站中间那边的人，就是哪一个缺口就丢那个东西。比如说像，对，像你们现在先去的那个缺口的话，就是丢米跟饭，你们就是丢那个卷饼跟饭到你们那边去，然后剩下另外一个人就是丢那个肉过来这样。两个人都。对，然后三个人哦。迷路也在这里。哎、啊，因为对面有一个人呢、啊。给啦，我很早就给了。为什么谁跑腿下去？就是你掉下去了。有人帮我请问一下，两个人站在这边，那米饭谁要负责？不知道。要操回答啦！米露卷饼，两个。哎、欸，然后那个卷饼还有一个饭，这个，大家要送过去哦，大家要送过去那边。来，让我把卷饼剁成两半。一路还有一个卷饼，你刚刚丢进去。需要米饭。算了，算了，麻烦直接丢。哎、欸，对，修，没有，他刚刚一个丢食物，结果砸中我就把我给砸下去了。好笑啊！你还笑，被你害死的哎、欸！等一下，我觉得要重来了啦。我也觉得要重来了。哇，三回，哎、欸，
啥喔欸，现在来这招又是怎样？还有这种地形改变。我觉得我们先重来好不好？好。那我主霸自己是公的。你们那边呢？你们那边呢？不要弄那个卷饼，然后那个饭跟卷饼我们这里弄。好，那我把盘子拿过来。哇！哎呀，我只是要拿盘子。谁剩一个优雅落水？我要拿盘子过去而已。我到底看了什么饭呢、啊？饭呢、啊？重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这都是一开始只要在那边喝茶看戏就好嘞。准备。别饭呢、啊？饭要重要。搞什么鬼啦？等一下，雷神弄，阿米勒过不来了，等一下，弄你们自己，我不能在这里。啊！一直都拿到卷饼啊，烦啊！我要饭，饭、啊！我要饭下去了。哎，对吼，抱歉，帮我把那个鸡肉拿回来。还没煎。哎、欸，肉不见了。啊。拿不到啦。哦哟，我这个空白键有问题啦！我每次按完之后就直接点左键了，然后他就一直给我直接丢东西出去啦！哦。可是等等，我觉得组合还是要放在我们这边组会比较好哎、欸。好吧，那我们这里煮饭就好，我这里煮饭就好。因为我这边的话，皮底锅不能直接用丢的。哦，所以在我们这边组合，然后之后这边只要一直端饭过来就好，这样啊？对。这边的话端饭也是蛮麻烦的。我觉得我们要比较快，然后我不要站在中间那个位置，我不要公公哥。完蛋了。你又觉得完蛋了，我蛋，这个最难的点就是那个，你们那边先把，你们先把那个盘子，我，哇，盘子，我多一个人拿盘子，然后盘子都送到，哎，不对，你们那边要有你们那边要有那个，要盘子啊。你们那边一个盘子，你们那边一个盘子就好。雷三棒，雷三棒，不！没有盘子，只要那个什么饭，只要一个盘子的人这样子送来送去就好。然后那个卷饼的部分，卷饼的部分就都是丢来我们这边丢。一直去拿东西。完蛋了，我们真的是要卡在这了。为什么这个？镜子放在那个上面，放上面这里。对，懂那个意思吗？然后果子，对，然后放回去，然后果子我拿。那个卷饼拿走啊，卷饼！我想拿，我刚刚每次选择的时候，他又不给我选那个啊。来，擦盘拿走。来，你不要下来呀！有了，还差一块肉的，肉的。这你好卡。我是觉得这个有一个人得需要搓，两边跑哎、欸。有一个人要一两边跑。但我好像是在想废话，没错啊。哎呦！啊！等一下，小心，那中间地方要小心。耶、yeah, ！我下海了。镜子带着饭下去了。我带的是剩饭，没关系。算了，这后半部分可能会稍微简单一点。好错了。镜子，来。到底是哪门子的、啊？来，给我，来给我放旁边，放旁边。来盘子，放中间。
来来来，盘子我放这里。肉。怎么跳河的？不是，是因为我在中间，所以就基本上。有个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还有盘子，盘子，这样子你为什么下去了？这边需要一个卷饼。来，我拿了。啊！锅子还我！哎呦！为什么鸡腿饭直接放在瓦斯炉上？这个是锅子还我！锅子还我！你都火烤就是美味。我的声音有点小吧。锅子还我！锅子还我！来放回里。来，盘子我放这里。好，盘子。对不起，我丢错的地方。来。哎。来。为什么？我又连得下去了。啊。卷饼。真是那个。把盆子放在中间，放在中间的地方，然后丢过来给我。对。为什么？对，然后盘子那个锅子拿去放盘子，然后给我。好，哎呀呀，我们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？我们这一关到底在搞些什么东西？不重要，好混乱，我们不会这么。